大家好，我是余山雪妹。今天我又来看车了，为什么呢？之前也说过哈，我爸想买50，但是亲朋好友给的建议啊是买宝骏，所以说我今天特意过来试乘一下两款车，决定买哪一款了，好激动呀！今天你过来没啊？是啊，我上面过来看了，看的也差不多了。上面主要是看的那个50++吧，但是俺一些亲戚就说了，这宝骏也刚好啊。所以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试乘这两款车，决定到底是买哪一个了。行，可以。今天那个驾驶证来了没有？啊，我带了。带了是吧？我今天来。行，我去给你做一个那个试乘试驾协议。行啊。然后你去试驾去。坐。好。试驾。走，这是两台，这是1.8的一个，嗯，然后这是1.5T 一个。今天在那个试驾一下这台1.8的，1.5T 的。行。然后，上。我在这边。啊，你在这吧。我那个先开出去。先开出去，好嘞。咱们呢，先试乘一下，主要先感受一下那个这个车的一些静音啊，然后一些动力方面，一会儿然后那个你得试乘一下，试驾一下。先往哪边开啊？这边。咱们有那个固定的试驾路线啊，然后就是围绕这个我们这个4S店要转一圈，我感觉这边这车的内饰还比较不错了，这里还有个表。对，这是那个你像一些高端车哈，配的这个种配置哈。然后您这个车呢，配置相当高的啊。然后我掉头了以后，你可以试驾一下的。行。脚踩着刹车踏板，然后实际踩到底。对，踩下去以后，然后这个绿灯亮了，你按一下以后，它一键启动，按一下就行，拿手。对，然后你需要挂到 D 档。对。拿的是。按照这个地方。挂到 D 档。最底下，对。是吗？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只要抬起刹车踏板了，它就走。慢慢的抬是不是？对。对，抬起来，然后踩油门，因为它带着自动驻车。对，踩油门就行。特别简单。我一直踩着油门。对，你只要想走，你踩着油门走；如果停的话，你就踩刹车停就行。特别简单。对于那个自动挡来说，那个就是现在那个车越来越多，路面路况现在越来越多，自动挡的这个车以后必将是一个大趋势。我现在开着车，我有点听不进你说的什么叫你心不那样用。特别紧张是吧？没关系。到路口了，我怎么着？你可以往边上一停，往边一停，那个这后门没深，往边一停，踩刹车停就行。简单吧？比你之前开的那个手动挡要简单多了，是吧？你这样停上以后，它自动它就刹车了。你抬起脚来就行了，抬起脚来就行了，它不抖了，这就是恁那个车上的一个自动驻车功能。然后那个360度的前景，你现在可以看一下。在那边有个像摄像机一样的那个，我按一下就行。对，按一下就行。按一下。对。然后呢？你看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当你开车的时候啊，比如一些很窄的像那个箱子啊，你可以看到两边有没有车，前边后边有没有小孩之类的啊。然后你现在开车，你可以体验一下了。我现在可以开。对，你可以踩油门走就行。踩油门就行。踩油门慢走。它速度起来以后，这个是关闭的。在慢速的时候，它是那个可以看的。这个是可以看的。可以看着的。对。它在慢速的时候，可以辅助你一个。对，速度一起来以后，速度起来以后它就关了。它就是。这是怎么着？这是那个安全带无极提醒。但是主副驾都有的。无极安全带。我还有这个。
来听一下吧。谢谢。因为看着路况太可怕。刚刚我们试驾了一下宝骏730，我自己感觉是非常的灵活呀、啊，可能是因为自动挡的原因、啊，内饰也非常的喜欢。现在我们试一下五菱宏光 S 三车。先把耳塞戴。这个怎么起不了？那个打火就行。打火？对。我拆的什么打火？这打。这打火就行。这打火。对对对，因为它的那个受伤风啊，转来是行。不行。不行。还没做测，就是打到底。打到底。打到底的。好。我说，然后呢？对对，然后抬离合。嗯。抬离合。重点。抬离合，抬刹车。刹车。对，抬离合，抬到底。然后再刹车，嗯啊，然后那个挂一档，挂一档，一档，对，一档，对，就是我的，我的那个，对，往前、嗯，对，然后总速刹，总速刹，总速刹，对，这是小起来像测的时候了。然后慢抬离合，慢慢的抬离合，对，感觉车身抖动了以后，把那个刹车放开就行了，抬着，放心的抬，抬离合。你刹车，你刹车。这刹车。对对对。离合是多久？多久离合？那我还得。你已经成功的全部还给教练了。总刹车。嗯。别说了。你那个。不是怎么着？不是。你那个脚踩，你没试着轻微的抖动吗？它抖动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把那个刹车放开了。因为你有带胎的情况下，它就因为你踩着刹车，它不抖吧，它就憋上了，憋上火了。啊！我现在搞明白。我左脚踩的这个是什么？离合。我右脚踩的是刹车。刹车跟油门。刹车油门。我现在是我起步是应该怎么着？踩离合。踩离合，然后。对对对，你打小伙了，我跟你说，行行行，那你姐，哎，出事了，没挡好，这是怎么着？没挡好，没挡好吗？你倒是，你踩离合去。那是，那就是离合了哈，打。现在得挡好吗？你得打，踩着离合打，你踩离合打。刹车踩不踩？哎，踩。踩。好，行了。然后我是懂什么？挂档。嗯。挂一档。挂一档。对，总速刹。然后总离合。多久？总多久总离合？总。总完之后，接着慢点走。总刹车着。总。啊，总掉刹车。再把刹车的脚拿来。松的太急了。哦，慢慢整的。松的太急了，这样。哦，我找着感觉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弄了。好。挂档。先挂档。然后，直速刹。直速刹。对。然后松离合。对，松离合。刹车我可以松了吧？可以。可以啊，现在松了啊。松了以后踩油门。松了以后开始踩油门了。对。哎呀。你就那个松离合松的太快，松离合松的太快，它就容易导致那个憋火。对对对，你得重新操作一下，再重新操作。现在我已经不想说了。哎。好。慢着走啊，走离合，走，对，抖起来了，哎，对，踩油门，对，抖起来了，踩油门，对，可以了。对，你可以试着换二档。我踩个离合去。踩着离合换二档。对，离合踩到底，多久？将离合踏板。这啥事？多久？我想起来让声声要。多久踩离合？别知道，你随便这个车都行不行？这个车啊，打车的到了，我想了。对对对，
我跪下来了吗？至少。好。又变成了，因为你的速度已经交上来了。已经交上了，我必须速度上去之后挂号哈。对。然后现在应该在重新开始啊。对，重新开始啊。重新开始搞新的一套，因为现在已经熄火了，得重新拿火。还得重新，那我这个档位懂不懂？不用。不用档，直接开开啊。对。好。我直接走就行了哈。不，你现在没挂档啊。哦，还没挂档。对。挂一档。好，走刹车。对。踩油门。背脊的踩油门。然后多久啊踩离合，对，踩油门，对，终于找了一点点感觉了，再也行了。其实那个连好一段时间以后，说的挺快啊。哪里？我脚动作。那个，你必须得把那离合踩到底了，离合踩到底，把那档底下来。这个档？不是，这个。对，到空档。对，到空档。啥是？这块是空档。对。然后呢？我就往拉出刹，拉出刹。对，这是一个停车的，动作。可以就拿回来了。对。两款车我都已经试驾过了，这次来真的不是试驾的啊，是来学车的。因为小哥哥也说了哈，我学的学车本领都已经还给教练了，真的是忘得一干二净，是经过小哥哥的在旁边指导哈，我才能把车勉强开起来。这样试了一下，我自己心里认为这个宝骏要好一些哈，要好一些，心里也有个数了，但是还是要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。这两款车你们觉着哪一款好呢？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依山学妹下次就是来提车了，好激动。